今天是我在马尔代夫五星级酒店入住的第二天，作为一名这个酒店试睡员，必须知道一下这家酒店都有什么好玩的、好吃的，也让朋友们稍微了解一下入住这种一岛一酒店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。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是7:45，准备去吃早餐，然后吃完早餐我预约了他们一个水上项目，就是去浮潜，他讲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魔鬼鱼之类的。 Good morning， 所以我想体验一下。早上我看了一下这种水上屋啊，下面浮潜不太好，没珊瑚，这整个酒店都有中文标识的，好多的椰子树，这边都是沙屋，面朝大海的沙屋哈，因为走出去就是沙滩。这是叫什么花？荷花。不知道哎，好漂亮哎，毛茸茸的。这棵榕树真大，应该是这个岛的这个创始树。早餐是往这边的。早上好。开始啊，是在前面是吧？ OK 啊、OK， 等一下见。这是什么鸡粥？来一碗。好久没喝粥了。鸡蛋。This 好了，这一盘现榨的西瓜汁啊，水果好了。这个早餐又吃得好饱好饱。现在准备出发。你等一下去吗？没有，我同事。他是最佳指导员啊，是英文的，英文，但是他也可以讲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对，没问题。这一面朝前面上去，这个我能潜得下去吗？穿这个，只要你不充气，你就是可以下去。那他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啊？就是当你就是需要让它变成充气的，可以浮在水面上的时候，你就是自己吹。哦，自己吹。嗯、这边会有一个点。把它转到这边哦。当你要充气的时候，你往下压，然后转，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一直吹气哦，吹到你决定哎、已经够了，你可以浮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挤开。下水之后，如果说状况不太好，它还是会稍微浮潜一下，然后带你们去 sandbag， 就是那个沙洲，然后拍一些照片、然后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再做第二次浮潜。这边还有滑翔伞。有啊。这边都是那个水上项目的船，有脱掉伞的，还有香蕉船的，各种各样，好多，还有海钓的都有。这酒店的所有的水上项目就是邀请我来的那个中国朋友这种承包的，真的非常棒。这酒店好大好大，200多个房间，你想可以接纳好几千人啊。 OK， Hello Hello Hello， 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 OK OK OK， 拜拜。Back, okay, it's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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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we look for the dolphins. Oh, dolphin. Ah, yeah. Thank you. First time fishing here. It's a fish factory, so there are very, very many fish here. Oh, clean a little. Don't get dirty. Okay. Let's go. Yeah, for you. Oh.哇，水非常清。
太多罗秀煞了，看了就有点怕。现在我们到了第二个潜点，然后这边是看海龟的。Shark also. Shark also. Good luck, sharks. 下。哎，这只海龟非常配合我，然后呢，让我拍了好久，别的海龟都跑光掉。好大的浪！哦，冲浪的好地方啊，冲浪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回去，因为只看到海龟，那个泥门沙没看到。哎呀！然后啊，这一岛屿酒店赶不了海，抓不了鱼，都是要罚款的。现在是七点，听说他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晚餐活动，叫做白色 party。 哦，在这边晚餐，在这边好多人哦。牛排，然后一个很大的吐纳鱼，这每个都是一点。今天中餐也有了，中餐了。对，中餐的话有那个烤鸭卷，然后等一下中间这边会有那个马戏团表演。哦、OK， 慢慢吃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吃完之后等一下再过去那边，那边有派对。那边在泳池旁边的吧台。OK OK， 没问题。嗯，没问题。北京烤鸭好像是，马来西亚烤鸭。马来西亚？对。哦，他们说中文，那能多放点给我吗？肯定非常棒。还好。Thank you。Good morning. Thank you。哦，这么大的金枪鱼啊，还有烤全羊啊，不过来晚了，都快吃完了。哦 ，Thank you。烤牛排。Thank you。这个是自选炸玉米，来一份。哦、oh, ，Thank you。这是什么？印度的煎鱼啊。哦、it's nice。Thank you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。喜欢我的朋友，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谢谢。